我要放大哦，我们现在在碧潭踩船，然后它那个旁边有一棵树上有一堆鸟。哦，要完了，这水啊！我来讲坐船有这个好处，就是安尼。离我们最前面。喂，赶快数看看，总共有多少只鸟？太多了啦！太多了，真多啦，贵。是阿姨，我觉得现在离我们那个最近的那一只很漂亮。上次还有一只更漂亮的。哇塞，这棵树也太夸张了。23只哦。哇塞，破纪录了。24。好，你们过来跟他，你们跟我打招呼一下，可以跟那个破纪录的树上。哇。28只。玛丽在那按嘛，好。妈妈可以往前了吗？好，可以往前。前进，往右，往左，往左，妈妈。啊，快点再来。妈妈。好了，好，往左。别拐了。妈妈，快上山了，全速前进。好险，得救了。好迷。你看那只，哎呦，你们撞到了脚，感觉有两块那个肌肉的感觉，触及，对。妈妈，你手机好。